啊，还是真的要先来冲加酒啊。可是这张卡最近是有比较多了啦，但是我也是不想那么麻烦了。OK， 好，一趴就全部吃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抱怨一下就有了。哎、欸，我那个，如果我是像是果粉这种大佬的话，我今天可能会觉得，哎、欸。我来看一个无氪的一个小主播的台，嗯，就是会觉得哎、欸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看的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？哎、欸，有了，帅哦！哎、欸，你看，就是5张跟50张的差别，6.1%，30%，哎、欸。有了，碎啦！加十三，可能只能再几冲了。我觉得加十五是不可能啊，我觉得可能几率很低，也不是说不可能。哎、欸，有了，碎啦！的确有机会，的确有机会。加十五直接冲了吗？拼一波了吗？